Hello，今天早上8点吧，好像。然后刚跟我妈妈视频完，还不错。早上起来喝一杯苹果醋水。就还蛮难喝。Hello，大家，我穿好衣服了，然后现在就要画一个简单的妆容。原本想画一个复杂一点的，但是好像没有时间了。我在学校，然后今天是今天的 outfit。我要去一个像个 career booster，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干嘛，就好像是想帮助你工作、简历什么的，画好模拟面试这样子。然后我好困，去 rotation 点了一个 classic salmon 三文鱼，就各种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梨汁和牛油果，也很好喝。我出来了，刚才去找我的朋友们玩，然后顺便吃了一下午饭，然后就很开心。然后现在我就要回家。对。我终于到家了啊！我感觉或许是天气原因，因为下午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，然后我的心情可能也就好了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跟小伙伴 hang out 了一下，对，所以心情就好了很多，就没有那么困什么的。现在是下午快4点，看个视频，才看了没有到10分钟，我好困。对不起大家，我要睡觉了。午安 ，Hello， 我起来了。然后我在想要坐公车还是走路去，最终还是选择走路去，大概要走了20分钟吧。这里是我们的美术馆。我现在要去买，去便利店。好吧，他们没有卖，他们找了好久。现在好渴，就打算去喝点东西。看一下这里，是 Young and Dundas Square。今天天气超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我当时就一定要出门。今天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做一个结尾，因为我每次都忘记做结尾，然后就导致我不想录这个 vlog。今天好不容易第一次录成功吧，对，也不知道晚上要干嘛。今天天气好好，我就不想待家里啊。
好吧，那我看看吧。我们下个 vlog 再见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好像画质不太好，因为我房间很暗。我在想，我好想喝奶茶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买奶茶没有什么毛病，就是边编辑视频，编辑视频这么枯燥的工作，肯定要喝点东西。但我家里除了醋水就没有，除了苹果醋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喝，就仿佛你去电影院总要点爆米花那种感觉，看电视总要什么吃点水果吃点零食，看电视剧不看电视吃点水果，看电视剧吃零食，或者外卖什么的。那编辑视频喝奶茶，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嗯，对吧？没什么毛病。我决定我还是去买奶茶。对，打扰了，还是打算去喝。点了一个 berry 的奶盖，他们的奶盖就有点像，蛋糕上面奶油，就是轻飘飘的那种感觉，就也不是说特别咸，但是还不错。嗯。好满足，然后下面是芒果的，好好。